想让你们一直停留在最高的百分之七十点掉，因此我们打算今天很快在这个听过前的你得到一个光。这款 AIS Cracker 透过多类感光，我们分别遮住不同颗数的光敏电阻。从图九折线图中可以看出，当遮住的颗数越多，照度的数值较相近，也就是说这款台灯有足够的光源供诸多层的明度数。另外，我们的 AIS Protector 平板 APP 联动，平板 APP 会帮你侦测目前环境光源的照度数值，当你觉得环境光源太暗或者是太亮时，系统也会自动帮你调整亮度，也可以使用固定光源模式来维持在你想要当时用一段时间后，台灯会放出音乐提醒使用者现在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下，且 APP 也会自动关闭测试，并放出音乐作品二次提醒，同时可记录学生的读书时间，让父母不必感到担心，功能非常齐全，是一项非常好的发明。